文明的存续哪有理所当然？我们曾为之付出代价，现在亦需如此。如果光世君继续侵蚀，所有人都会死。我们真能阻止他？是彻底清除。只要我们能夺回包裹，这也不像个监狱啊！我就说情报可能不靠谱。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就让他害死我们所有人吧。于是回来了。倒计时开始了。